草地状元是任何一个小小的乡镇，你草地状元一定都先你帮你跑过，而且重点是他们会开发，他们也会去找出我们台湾很多的在地小农的一些小产品。哇，这水哦！哦，这哎呦，赤人哦，哎，哦，这哎边有有刺呢？这到底这是啥？这是什么机构 ？USDA 认证、嗯、它的里面富含茄红素，伊的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，故伊内底迄个类胡萝卜素就营养的，一定是咱的红萝卜的15倍。我呢，咱上营养的是这，对，是的哦，是的。我觉得草地状元他介绍，他透过这个节目，他介绍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在地产业。来台湾还有很多很多农产品啊，然后我们产销班呐、啊。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行业，他们的一些辛酸跟专业的地方在哪里？这什么物件？刚才没看嘞，没看哈。你先生哦，大哥来看，这是有石蜡的豆啊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那金蕉哩啦。哎，有石蜡，什么是有石蜡的豆啊？你也钓的。哦。哦，对身体有什么影响？哦，这营养足管的哦。你知影伊的膳食纤维是大豆的2.8倍。然后伊的钙质是牛奶1.6倍，你要凉拌还是要炒拢会当，过过了要冷来当。是这些类型的，我觉得可以哦。草地状元这个节目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融入台湾的生活，然后叙述很多在台湾的故事。那我觉得也把台湾很多很美的东西，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介绍给大家。你打电话变啊啊，三哥。可以让我们发掘到，而且看到，可能我小时候没看过，到长大也没看过。那在这个节目呢，让大家看到传统技艺的美，传统技艺的传承，还有台湾的这些历史，就非常棒。听伊讲哦，你这个海边啊，这个所在啊，跟我有关神秘的那些金字塔，金字塔是在海底。它那个在海底里面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呢、啊？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把这个东西带回家，然后要盖。还是看到金字塔哦，用海水去盖金字塔，是越讲我越糊涂了。用海水怎么盖这个金字塔？我感觉草地状元，伊就是参像伊这个名同款，伊记录真济咱草地的故事，才画面有法度记录落来。未来不管予你的子孙，还是毋捌参与过遮个代志的人来看，我感觉这是对咱台湾人是真珍贵的一个画面甲节目。爱找一个吼，讲得爱3年才会当买到一罐导游。那有迄个导游讲3年才会当买到一罐的？啊，不是讲逐罐放3年袂使用啊。迄个爱咱咧做导游啦吼，一罐一标一标安尼偏迄味，会使咱较会使来做咱一罐导游。啊，所以这一罐哦，敢那可能敢一咪咪啊尔。你看伊颜色色泽哦，你看红个啊红个吼，这就是足水足水的导游。伊个豆香的香味，啊伊个咸吼，可能会比一般市售的导游较咸酥酥啊。啊，不过伊入口之后，伊个层次感是甲一般的导游较无共款。只要肯努力，只要肯打拼，专心做好一件事，你也可以变成最厉害的草地状元。